儿，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让恶人找到你，是想保护你。大千世界，有人生，就有人死。只有变得强，你才能保护身边更重要的人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歌谣？朽木出，邪神显。天邪神大人要复活了，你们母子永远不会再见面了。保护我的至心，永远不受他人威胁。曾经那个毫无能力的人，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，拿走了本该属于我的全部的东西。若我能一直陪着你，那该有多好！不要！既然你投身黑暗，我就让你尽灭于黑暗。